各位大家好啊！咁啊嚟到信長傳嘅第39集啊，呢一集咧就係戰惡之戰。咁啊當然啦，即係信長咧喺我哋之前嘅關卡入面咧，佢就冇死到噶嘛。咁所以咧，一定係同歷史上面咧就有啲差別噶啦。咁啊，但係我哋先睇咗一啲嘅劇情啊吓，咁啊又係啦，即係。喺一個嘅本能子之變嗰一關入面咧，就走得甩。咁啊，走唔同嘅方向咧，就會走咗去唔同嘅路線嘅。咁啊，走得甩嘅話咧，就阿深蘭院同埋呢一個信長咧，都係會一齊咧就逃離咗呢個嘅本能寺啊。咁然之後呢邊就揾唔到。好，咁啊，跟住啦，腹部搬裝，即係忍者啊，出去出咗嚟嘅。其实忍者应该就唔会喺条街度同呢个佢嘅主公去禀报啲事件啊嘛，即系惊死冇人知咁样周围。咁啊，但系即系大家都知啦，喺本能寺之变之后咧，其实即系德川家康都系即系好历尽艰险咁样啦吓，就翻翻去一个嘅。啊，即系历尽艰险咧，就翻去佢哋自己嘅领地啦。咁然之后呢一边咧就知道咗本能寺之变啊，呢一个嘅授吉呢一边，呢个就真系历史嚟嘅，就真系佢截获咗咧呢一个系明智光秀咧俾毛利家咧嗰封信。咁啊，修吉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即刻就要同毛利家讲和啦。然之后咧就带兵翻去咧，就为信长报仇啦。咁啊，一方面都系啦，另一方面就系你唔打翻转头嘅话咧，就即系会唔会俾一个嘅光秀夹击咧吓？即系话毛利家加埋光秀一齐夹击佢咧，咁所以一定系翻翻转头。好啦，咁啊，亦都系啦吓。好啦，咁啊，呢一边。清水赐咗福之后咧，就先至知道啊，嗰头人哋走咗，你先至知道咧本能寺之变啊，所以啦，就提出咧话要去追击呢一个嘅授吉啦。如果系真系当时系追击嘅话咧，个情况咧就好难讲啦。咁啊，但系实际上史实咧，应该就系毛利家去到好后嘅时间咧，先至知道，即系去到咧成战恶之，即系已经系去到咧，秀吉咧就已经翻咗去咧，就讨灭咗呢一个嘅明智光秀咧，佢先至知道系即系毛利家嗰边咧，先至知道本能寺之变呢件事而光秀呢边亦都真系咧就冇谂过咁快嘅，咁所以喺山崎会战入面咧就因为人数不足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就被打败咗啦吓，咁啊退到星龙之城嘅时候咧就由于咧就秀吉嗰边啲军队咧就即系其实都好攰啦，咁所以追佢唔到。咁啊俾佢走甩咗，咁但系咧走甩咗喺山嗰度咧吓，即系喺啲。山林嘅地方咧，就遇上呢啲嘅落难武士嘅猎人啊，咁啊，所以咧就即系俾佢哋杀咗，或者咧系话呢一个佢哋阿光秀亦都系受咗好严重嘅伤咧，所以就自杀而死嘅，即系切腹咁样。
咁啊，即系头先啦，即系个剧情其实德川家康咧喺翻去自己嘅领地之后咧，其实亦都确认咗呢个信长嘅死讯啦。咁佢所做嘅事咧，就当然都系出兵去即系好似系要帮信长报仇啦。咁但系其实佢未起到兵咧，已经系发现咧一个山崎之战已经打咗啦，所以咧亦都系出兵咧就占领咗甲斐国嘅，就扩张咗自己嘅领地啦。好，咁呢边啊，长中我部啊，即系因为由于明智谋反就度过危机，因为其实喺本能寺之变之前咧，其实信长系谂住出兵打四国嘅，亦都已经系准备好晒兵力去打噶啦。咁但系咧就因为本能寺之变啦，咁变咗就当然就冇出到兵啦。咁所以咧呢、这个长中我部家咧就可以继续就一段时间入面咧就统领呢一个四国啦。咁之后咧，我哋都会再打佢嘅。咁不过就系之后嘅关卡咧，我哋先再慢慢同大家提一下咧呢一个嘅长中我部呢、这个成个姓咗四个字，好似有少少怪嘅嘅情况啦，即系嘅历史究竟系点样啦？啊，河口秀龙亦都死咗。咁啊，因为河口秀龙都系喺信长嘅即系庇护底下啦，咁佢先可以咧系喺甲斐嗰度咧就有一个嘅势力喺度，咁啊信长一死咧就即刻俾人去搞掂咗佢啦咁样。啊神，赢唔到嘅仗唔打，但系冇理由帮光秀。咁啊，细川藤孝虽然佢同呢一个嘅明智光秀就好 friend 啦吓，咁但系去到最后都冇帮到啊。咁啊，呢度啊，青州会议喺青州城嗰度，咁啊有呢、这个柴田胜家啦、秀吉啦即系丹羽长秀啦，同埋池田恒兴。最紧要咧就系佢哋要倾咧，究竟系边一个嘅人咧去做呢个信长嘅继承人。咁啊，喺呢一个嘅青州会议入面咧，就去到最后，因为咧秀吉咧佢就有报仇嘅功劳啊，而喺山崎之战打嘅时候咧，呢一个嘅柴田胜家根本就翻唔到嚟帮手，咁所以自然咧讲嘢都大声啲啦吓，呢一个秀吉。咁啊，同埋啦，佢就去佢推举嘅人咧就系织田信忠个仔啊，咁啊。织田秀信，咁其实织田秀信系好细个啫嗰时，咁所以就会由即系佢哋嘅兄弟啦，即系由信长嘅其他嘅仔咧，系去做监护人咧嚟去睇住啦咁样。咁啊，但系呢啲推举咗年幼嘅人做继承人咧，你都知道咧，一定系个结果咧，必然系大权旁落嘅。咁由於大家咧，即係柴田勝家同埋羽柴秀吉啦，佢哋嗰啲嘅勢力，同埋咧喺青州會議上面咧，去推舉嘅人都唔同啊，咁所以咧就變成咗兩個陣營咧，就去爭咧一個即係織田家嘅即係有少少繼承人咁樣嘅狀況啦咁樣，咁所以咧兩邊咧慢慢開始咧就勢成水火，咁啊去到最後咧就。即系兵戎相见啊，所谓啊，咁啊喺度亦都系顺手啦吓，即系喺大家睇紧呢一个嘅剧情嘅时候咧，亦都系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咁啊喺呢个即系头先提到嘅青州会议啊，或者我哋会叫做清衰会议啦。咁啊其实有一套嘅日本嘅电影咧叫清衰会议嘅，咁就我自己就有入场睇，我觉得就好好睇。就係呢個三谷喜幸嘅電影嚟嘅，咁啊睇埋佢個小説咧，其實就好即係你會見到佢入面咧就好當然好勾心鬥角啦，咁但係勾心鬥角得嚟咧，佢加咗好多笑料喺入面嘅，係啦，咁所以亦都係即係灰鞋有趣得嚟咧，亦都可以睇到咧當中嗰個嘅即係大家點樣去鬥法嘅咁樣，咁啊呢一度啦就係、是。
我係要去咧打依一個嘅戰惡之戰啊。其實咧就係要去令到佢哋兩班人咧就唔好真係打起上嚟。真實嘅戰惡之戰咧就劃分曬領土啦嚇，即係經過青州會議就劃分曬領土啦。咁即係但係咧，大家嗰個嘅衝突咧就冇因為咁樣而結束嘅。咁啊，所以係兩班人又開始去打啦嚇。咁啊，開頭咧就因為柴田勝家咧就佢嗰個領土啊喺越前嘅。咁越前國咧就好容易受到呢個冬天咧嘅即係嘅影響啊，所以冬天咧就出唔到兵啊。咁咁啊依一度啦啊，即係點解會鬧啊？勝政咧係邊個咧？其實就坐九間勝政啊。好啦，咁啊要順暢呢一關咧，要做到嘅嘢咧就係要即係衝到埋去。冲到埋去见柴田胜家，定寿吉啊，唔鬼记得啦。总之我哋一路睇落去就知噶啦。咁呢度一定要兜过山坡啦，同埋要小心啦，因为其实我哋冇乜部队喺度。升起条件啊，令到柴田胜家撤退。咁即系打走柴田胜家，或者其实应该走埋去咧，俾柴田胜家见到我咧就过关啦。咁亦都应该，即系喺呢度亦都应该冇乜需要去再连等啊、升级咁嗰啲啦。咁啊，见到而家依度依堆就系啦，呢个嘅坐九间圣政啦，咁喺呢个嘅战恶之战咧就系咁样嘅，因为柴田胜家就同就同呢一个嘅羽柴秀吉就交兵啦，即系大家打起上嚟啦，咁喺战斗入面咧，一个嘅坐九间圣政咧，佢就非常之勇猛地啦，即系其实有勇无谋啦。咁去突擊咧一個嘅羽柴秀吉嘅領地啊，即係嘅城池啊，咁深入敵陣。咁深入敵陣嘅情況底下咧，而呢個嘅即係羽柴秀吉咧係知道咗喺個大換城啊嗰個地方咧，佢知道咗咧即係佢哋自己嘅部隊咧就即係其中部分嘅部隊咧就俾一個嘅坐九間城正突擊。咁但系其實咧，坐九間城正突擊得嚟咧，已經係深入咗敵陣噶啦，已經被包圍咁滯噶啦嚇。咁但所以咧，柴田勝家都知道咁樣搞落去咧就唔掂嘅，咁所以就已經叫佢退兵啦。但係佢點都唔肯退兵，就繼續深入敵陣。結果咧，一個嘅亦都大家佢亦都冇諗過咧，一個羽柴秀吉咧可以支援得咁快。咁因為羽柴秀吉當時就唔喺個自治度，佢喺個大垣嗰個地方啊，大垣城嗰個地方。咁但係啦，就係五個鐘啊，即係喺好短嘅時間啊，即係喺一個好短嘅時間入面啊，就已經咧可以係用五個鐘頭，咁羽柴秀吉同埋啲軍隊咧就五個鐘頭就跑咗就已經係趕路咧，趕到52公里嘅路程，即係基本上就即係羽柴秀吉啲部隊已經係一個啲已經係馬拉松，已經跑馬拉松式嘅速度嚟嘅，係啦，咁所以亦都係令到咧即係冇諗過會咁快有即係敵方嘅援兵咧，係可以咁快就殺到嚟啦，咁所以咧就自然咧依個坐九間城正咧就陣腳大亂啦，咁都未夠慘啊，最慘咧就係、是。其實咧，依個柴田勝家咧，除咗有依個坐九間城政之外，其實都仲有依個前田利家啊。咁如果前田利家當然亦都好骁勇善戰啊，即係如果佢係仍然係企喺柴田勝家嗰邊咧，其實長槍仲有得打。咁但係喺嗰個時候咧，一個嘅前田利家咧，突然之間咧就帶兵咧就離開咗戰場，就變成咧柴田勝家就一個孤立無援嘅情況底下咧，就即係俾一個嘅秀吉打敗啦，就陣營嘅崩潰咗。咁就唯有退兵，咁一退兵，因為以前戰國日本戰國時代，你退兵嘅話咧，你嘅士兵咧，真係唔死都一身散嘅嚟嘅。
再加上係有信長喺度啦，咁啊更加冇一啊更加冇一齊嘅話，你睇下即係秀吉佢啲軍隊係好整齊嘅陣型啊！啊，前年嚟噶三秦刺殺，但係實際上喺呢即係真係嘅戰國之戰咧，就喺呢個時間咧。前田利家已经是失了踪的了，即是其实就是投降，即是其实就投降了秀吉了，根本就是。咁所以就令到呢就柴田胜家就陷入一个呢即是冇可能会打得赢嘅地步。咁唯有退兵，咁然之后呢退返去自己根据地呢个嘅北之庄。咁但係当佢打败仗嗰个军队亦都即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即是你要去聚集返好多嘅部队去保护自己都好困难。咁所以呢一个嘅羽柴秀吉亦都好快呢就包围呢个北之庄城。咁柴田胜家就即是只能够呢就将佢嘅即是佢即是佢个老婆啦，阿史啦，阿史即是之前嫁俾浅井长政嗰个啦，咁就后尾咧就喺清水会议前后咧，佢两个结咗婚，咁就只能够咧就系将阿史咧所生同呢、这个浅井长政所生嘅即系嘅女咧就交翻就即系交出嚟咧就俾一个嘅羽柴秀啊，即系交俾嘅羽柴秀吉啦，咁然之后咧就去就即系佢同阿史咧就自杀而死。咁呢个就系自恶之战咧嗰个嘅故事。咁当然啦，喺呢一度就唔会系咁啦。啊，都有翻咁上下多兵员啦，吓大家都哇喺最重用咗马子，咁啊大镬啦，因为。咁就不动咯，唔喐得噶咯。不过应该好快啦，可能下个回合我喐嘅时候就得。啊，咁只不过就系、是、喂大佬，如果我太过深入系啦，即系如果我太过深入都惊有危险。啊，即系其实应该系要揾自己啲部队啊，揾查啊，即系走去见一见啊。见一见啊，秀吉先。咁但系见到秀吉未够啊，即系我而家咁样就系等秀吉啲部队去保护咗啊，保护咗我先。跟住咧削即系削弱对方嘅兵力到差唔多，或者柴田胜家真系冲上嚟嘅时候咧，咁我埋去接触佢咧，咁基本上应该就过到噶啦呢一个啊即系呢个战恶之战嘅一关啊，唔需要话要敌全灭啊咁嘅情况。咁同埋而家咁样嘅情况咧，我就可以自己去控制蓝色嘅部队，就更加可以去有个更加排好排得更加好嘅阵型嚟去帮我。总言之就系一路顶住敌人，清即系清一啲敌人，清到咧柴田胜家走上嚟咧就 OK 嘅。搞掂呢、這个，搞掂呢支刀兵，好碍眼啊！好，全补给，始终部队数都系佢哋多啲，虽然我哋组织性应该会好啲。
用咗應援再動，然之後再攻擊佢，啊，再應援。唉，避開咯，冇鬼用。要啲電腦控制嘅部隊幫手，好鬼用嘅啫。咁誒，佢哋啲部隊向前衝咧，就變成我冇咁容易走到上去。穩陣成家，一定要先將佢前面嗰堆部隊損耗得差唔多先。哇！你死嘢連啊，連個主公都啊，連老闆都夠膽打，你有似你未死過嘅班友。我有兩支炮喺度，好，首先亂射先，咁啊一死即系死咗一個啊，但系其他佢前面呢幾個都差唔多瓜得噶啦，咁啊再加埋攞炮轟一轟應該冇問題。唉，又打唔中，连续两个回合打唔中，风水河真系死得啦！啊，冇鬼用。好，开个炮先。支部队再开多啊，再开多炮先，咁就削咗佢相当多兵力噶都。佢守住，因为佢守住山寨嗰啲部队应该唔会冲。做翻啲嘢啦，起碼搞掂咗前面依隊先。咁啊，機動力有限，上前少少去保護，上前少少保護守吉啦。策略值大把，唔怕用，同埋应该都系过多一两个回合咧，就佢都识开炮噶，好彩佢打得迟。我受的傷就不會太多，你同埋陳勝佳咁啊，有機會上到去喎。哎呀，掩俾佢掩護咗添，前面嘅
好反击，哎呀打唔到。如果要打到敌全灭就梗系好难啦。咁啊，嚟紧呢个回合就要睇下点样去。喂，致命一击！嚟紧嘅回合就睇下有冇办法可以杀到上去咧，就见柴田胜家。哇，落雪添！冇所谓啦，即系天气对我发唔发炮冇影响，因为我已经发唔到炮。呢、這个回合要装弹，咁即系得翻炮兵以外嗰啲系可以喐嘅啫。哦，三重刺杀，希望清到前面嗰两队，成功清到。咁啊，信长上去就得，啊，即系上到去就得噶啦。都系啦，吸取一下啲，试下睇可唔可以吸取到啲经验先，或者再清多少少部队啊，咁啊更安全。太刀，看看可唔可以 random 都杀多几刀啊？搞掂呢只先，都跟住再补枪应该都可以嘅。如果打得中，打落去都有啲危险啊，所以。所以啦，柴田胜家因为咁样咧，吓，因为见到信长，所以撤退，咁啊，令到大家咧就唔使再打落去啦，吓。咁啊，跟住落去咧，嗰啲嘅剧情咧，就即系剩翻嗰啲集数嘅剧情，基本上就系一啲嘅。有啲都可以有少少歷史講下嘅，有啲咧就係、是、當然咧係一啲虛構嘅劇情嚟噶啦，啊，因為跟住信長周圍討伐其他地方嗰啲本身已經唔可能啦，佢死咗噶啦嘛應該。跟住啊，真係，啊，信長真係冇死到。即田嘅使者会嚟分厂，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出师有名啦，佢攞咗甲飞啊甲匪翻嚟，其实系出师有名啦。咁啊，喺呢条路线咧，就德川家康咧就唔会因为吓、啊，就唔会因为要呕翻甲匪出嚟咧，所以就叛变嘅。其实有条路线咧，就德川家康系会叛变嘅。咁啊，最后要讨伐佢，啊，要讨伐佢加埋北条。咁啊，之后我哋会再睇。好啦，咁啊，轮到呢边长中我部啦。
就繼續啊嚟去平定其他嘅地區啊。柴田勝家帶兵去越後嗰邊啦。咁啊，讚岐啊嗰邊十河全保。即係俾長中我部去進攻啦，咁所以咧就下一關啦嚇。咁啊，我哋下一集咧就會去打咧一個嘅四國噶啦。咁啊，會同大家講一講咧，就即係長中我部啊依一個嘅啊依一家咧，究竟係點樣係發跡嘅，同埋點解，同埋咧初期咧係。長中我部咧，同埋織田家咧嘅關係又幾好嘅，啊，某程度上面都有一種假説，就話咧點解會發生呢一個嘅本能寺之變咧？其中一個原因咧，都係一個即係織田同埋四國呢一邊咧，同呢長中我部家之間嘅關係咧，就搞到呢一個嘅搞到咧呢一個嘅就左啊，即係左右做人難啊！这个明治光秀是左右做人难，所以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继续讲，我们下集再见，拜拜。